乡团入会杭州，会见关幼英船长、关幼英家四五三零九联合平台，将这船员中央的身份证填入三级中的一级中，再级中，三级中，叶翔。非常感谢台主任中和义务工会，但将这船员团队在队伍当中来中央宣告来非常辛苦，非常辛苦，感恩谢谢你们。带出来中央安邦桥主席张国旗英雄团，安坐立会成座耀敬大殿。带出来中央咱中和义务公馆，咱中和义务公馆完成这尊圣教，一年咱关有一家四五参天中安团，有一人关有一家咱英传堂张主陈吉荣先生来宣扬。咱落下众地主来诚心敬谢，安团一座来中央圣驾。接下来，我们欢迎由我们中和邮公馆我们关圣帝君圣驾，我们现场的这个大雨滂沱啊。我们现场尽量帮保持通道畅通哦，让我们的车辆能够通行。
关于一个坐堂神灯安格，再出来领祝福。